蔡英文，你是违法的。国旗法第四条清清楚楚的规范，国旗的长宽比是3:2，青天白日的比例是1/4，但是我们很清楚看到，现行直到此时此刻，现行总统府官网上面的设计还是违法的设计，要从它处分纠正，要从官网上改回来正常的国旗的尺寸，以免来帮助这个中华民国的我们的总统府的官网回到正常的情况，国旗回到正常的尺寸，法律规定的尺寸，而不是变形的现在扁掉的国旗。